2018年全面毁灭你。棒棒棒棒，一直叠棒棒棒。熊熊出没，喵喵喵，臭屁。美丽的不会走，他把的走，别给我以为信。欢迎收看《靠北国旗》，大家好，我是英哥。今仔七月一号，大盘起164点。华为好啊，华为美，华为给我整智慧。吼、哦，你看，今仔起啊啦吼，因为什么 G 团体今仔公料公咧，华为被解禁啦吼，啊来讲关税我们不扣了，所以就大涨了，对不吼？啊，所以你看咱前几工吼，咱买一支华为的手机啊，咱买一支 P30。真正好用的啦，啊，即马要解禁啦，对无？啊，所以手机啊啦，手机也起啊，对无吼？啊来，这大盘就是起啊，免我讲啊，你应该认同啊，对无吼？就是往上了吼，所以即马就是选股做多，对无吼？啊，华为的手机啊，真正是做好用的吼，来你看，咱用咧华为的手机啊，翕无？会当翕到银河，你有看到无？即我手机啊翕的哦，银河伫遮有看到无？这是真正翕会到。所以这是一支很好的手机啊！啊，借问一下，伊镜头是谁做的？华为 P30 的镜头是谁做的？就是大力光嘛，对不？大力光，所以今天就掉停啊！因为好就是好用，不要怀疑。跟华为有扯上边的，就是强，就是强啊！上来给你苹果，干你娘！苹果会使翕这种吗？你捧哥有法度翕安尼吗？无法度嘛，烂手机啊！啊，你最近咧炒什么苹果概念股？凭你娘老鸡巴，怎么叫特死啊？对不？我就跟你讲，一直爱支持华为。我主归当前，我就应该讲支持华为，支持华为，一直支持到现在。你看，我讲对不？华为这样好的公司，哦，就你看，我看对嘛，我就押对了嘛。你看涨了，哦，啊，免讲啊，吼，好，啊咧。咱来讲啊，咱这股票应该免想看吼，咱来甲你讲迄落，前几工甲你报诶，大家有印象无？咱毋是甲你报一支，合作啥？合作啥？大家有印象无？一支嘛，蓝蜻蜓概念股嘛，喷了嘛，是不是喷喷了？喷喷了，喷给你看了。蓝蜻蜓大勃起，不是跟你说蓝蜻蜓大勃起，蓝蜻蜓大勃起，今天再给你勃起。大盘起不到2%呢，这个起6%呢，你有送无？你爱买嘛？不要去看什么财经新闻，你看财经新闻要冲阿小，财经都给你冷冰冰的数字，什么什么的分析分析，你阿老鸡掰啦！我跟你讲，你看啥？你要看政治，你看政治，那政治都是黑手，黑手在操盘控盘，有无？啊，最近不是给你报什么蓝蜻蜓，说你要买蓝蜻蜓的概念股，啊，你买到就涨了。啊，那个韩国瑜不是跟你说什么要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迄、那个国道六号要安迄、那个台迄、那个南岛遐乌甲花莲，对不？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要买工具机的，工具机找立山啊，昨天不是拉一根避雷针，有吧？大气呢，大气呢，干！啊，你没有买嘛？啊，都新闻报的啊，啊，今天又有了啊，我知啊，咱卖会不会遐尼啊济啦？哦，就跟你说选股很重要啊！现在不要跟你废话，今天买什么，今天买什么就好啦。观众朋友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我就该讲你在看新闻啦，不要去看财经的，你要看政治的啊！政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发表会，像打虎县长出来啊，周习伟啦，打虎县长啊。你牵起路，徛我两公乌都白，我的人生敢那够晒。即句话啦，你知影该报倒一支无啦？咱咧上啊上啊，迄朱立伦啊、周习伟拢甲你讲啥？茄子蛋嘛，只不过讲茄子蛋的瓜嘛，两个人来拍茄子蛋的瓜。所以呢，你要买的就是茄子蛋概念股啊。啊，对，记你唔知了，我知你唔知啦吼。就跟茄子有关系的就对啦、啊，就跟之前嘛，之前那个什么时候有一阵子，我们在找英雄某五级，咱们还光学股，什么一线、二线光学股拼命的飙涨。有没有？你管它是什么光，只要有光的都会涨。有没有什么玉金光吼？黑长城大力光、玉金光、亚光、金国光、阳明光，什么西洋桃光，只要有光的都会飙。就英雄某，所以现在只要跟茄扯上边的都可以，跟茄子扯上边的都可以。啊，你知道都会记啊无？茄子蛋概念股啦，你知道无啊？
唔知吗？歹势哦，咱台湾找袂着吼，你要去迄个东京交易所吼，较有啦，可国美啦，可国美，咱台湾无上市啦吼，爱去迄个日本遐买吼，可国美，伊代号是2811啦吼，啊图咱就拍袂出来，因为咱家日本股市开袂出来吼，记这三个字，可国美，就跟茄子扯上边就对了。你管它是什么茄，番茄什么茄都可以，就会涨，因为他都跟你讲了啊，周习伟啊，对不？周习伟啊。你看了无？笑到这么赞，唱得这么好，你没给拍拍手？要飙了，要飙了，真正要飙啊！你们要去看什么财经台，再来看可国美去无？安尼就好啊。你看，大家都讲到啊，对不？有无？立山啊，上影啊，不是都飙了？不是都标了，都标给你看了，吼、哦，拢标啊，好，安尼报料，吼、哦，拢报料，该报拢报料吼，安咱搁当来靠背啊，靠背对机啊吼，就是白工的代志啊吼，咱的长龙航空真正有够夭寿的，搁有人咧骂讲白工的人骂到即马搁咧骂，我真正干你娘啊，不甲你泡死，真正唔知死我，白工是人的自由啊。啊！而且上海无代表是出来罢工啊！我真的是忍无可忍，我才出来罢工啊！啊，不然我也想离职啊！我做不了，我也先卖走掉啊！啊，唔过咧，你有看咧？迄落无长龙航空安怎收人诶？无招收新人，拢甲你收迄种大学生毕业诶，大学毕业生，你刚出社会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叫你签进去。签进去之后咧，跟你说签一签就签五年嘛，就甲你自愿意赶快嘛签四单嘛，啊，人是签五单。哦，啊，你如果中途要解约啊，不好意思赔钱，不好意思赔钱，不好意思赔钱。那我问你，谁敢离职啊？上岗离职啊？干你娘！我离职还靠紧，干你娘嘞！那上岗离职啊？我是忍无可忍啊！我也想离职啊，可是我没有钱离职啊！你知道意思不？啊，人家只是可怜刚大学的毕业生，刚毕业的毕业生，我们很可怜，少年人家你还可怜出来，做一个空姐啊，扣迄落，你就要看公司话恶职也无啦。你家己看公司话恶者，你即摆看会出来吧？真面目已经出来了吧？即阵公司人家够要求，要求到即摆敢唔紧倒倒诶？我讲过了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，搞即摆那么和气生财，伊干嘛互公司了钱？即、這个公司人家够要求诶。那你觉得投资他股票会赚钱吗？你甲投资会死，你知影无？伊就袂晓和气生财，他硬要跟你斗，硬要斗，硬要斗。我甲你讲啊，登山落来，即阵公司害伊啊啦，靠人安尼算诶啦。靠人咧算诶，对员工安尼啦。你若对员工较好诶，员工会对公司较好，对无？啊，毋是你甲员工安尼欺负，安尼员工对即个套路，伊敢会做认真做？伊袂啊，我想讲啊靠白，我做甲死嘛，是安尼互恁欺负？我干嘛认真？我干嘛对即个套路遮尔认真？毋免嘛，无需要嘛。安尼进公司敢会好？袂好啊！安尼母啊，真正要甲家己诶员工母死诶呢？你听好哦。恁听好哦，伊真正是咧欺负员工哦，而且是大学的毕业生哦。你若讲到是一腔志愿，意为国家什么牺牲奉献，你领的钱足济啊，爽啊，对无？爽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毋是呢？啊，人家只是刚毕业呢，啊，就叫你签进去，你领啊几万啊，我要离职袂使，这也要甲你考，遐也要考，上面拢叫你背，上啊离职，啊无倒离职咩啦？罢工啊，我当在罢工尔，我要创啊笑，你知影无？这公司真够夭寿的啦，真正超级夭寿的啦！今年大家扛啊扛我崩啊，干你娘啊！粪扫公司，真正是间粪扫公司，要扛我崩长龙行啊！现在不跌没关系啊，你之后还是要跌啊！你那些营收亏损，你后面你一定要反应啊！你忽然间怎么听你激动？嘿，偌济钱，你知？嘿，偌济成本，你敢知？啊，拢无赔啊！借问你地形是要创啊小？哦，地形擦屁股哦！啊，我问你修飞机的怎么办？啊，我飞机都不飞了，我要修个屁！啊，人家钱还是要领啊，对不？哦，这后边损失也多。我讲啊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，啊，当然做袂到，安尼就害啊，这间公司就害啊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无啥讲，这个气啊，吼，啊，做好做啊，吼，啊，只是你不要买到地雷，不要买到像这种的，啊，你不要去买什么财经台讲的，财经台都卖垮啦，还有火力撩钱啦，还叫出货台啦。你要看政治，你要看政治，从政治里面去买股票，你就买对股票就会涨了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我们有举例的啊，蓝蜻蜓啊，立山，还有哦，上影加立山啊，拢对啊，吼、哦，啊就给你报一个，可
国美哦，可国美二八一啦吼，伊代号是二八一吼，啊台湾无啦吼，看你我都去 Tokyo 买一个无啦吼，好啦，安尼咱今日靠背个只，感谢大家收看。